家好，我是美丽士斯莲。今天我介绍一个临海的屋苑，叫做浪晴湾给你们。这个单位的实用面积548平方尺，属于两房的单位。而主人房、睡房连埋客厅都可以望到很阔落的海景。我现在就身处在第八座高层的 F 单位。由于这个单位是临近海，而且呢又是高层，所以特别宁静。不讲那么多，我们即刻去看看啦。一入到屋呢，我就感觉到好舒服，因为这个单位的装修非常之优雅。我特别喜欢它墙身的色调，以白色和粉蓝色为主，令到整个屋的气氛非常之和谐舒适，还给到人一种好宁静和放松的感觉。而景观方面，就可以望到昂船洲海景。这个单位的客饭厅分明，间隔阔落实用，我们可以在饭厅的位置放一张4至6人的餐台，绝对没问题。厨房都保养得很新正企理。而不得不提的呢，就是这个5炉头的煮食炉，它除了有3个煤气炉头之余，中间还有2个电磁炉，还可以一边煮食一边欣赏海景添。浴室设计简洁、阔落，还有一个很大的窗，除了通风之余又明亮。跟住我们一起去看看睡房和主人房啦。睡房和主人房方正实用，同样都望到无敌海景。见到这个这么大的窗台，真的很想坐在上面看看书、喝下东西、欣赏下海景，想起都好写意。如果你们对刚才的单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随时找我士斯莲帮手。多谢大家，下次再见。